这是黄色的团子，排列迷你世界中的隐藏生物，最后一个我都没见过。第一个隐藏生物，挖沙团子。这个团子是黄色的，在游戏中应该还没有人见过，它是一个隐藏生物。而正常的团子颜色应该是红色，这个团子的稀有几率非常非常小，传说100万只团子里面只会出现一只黄色的团子。第二个，住在深海里的怪物深海魔鲸，它拥有一副吓人的面孔，传说它是迷你世界深海的守护者，想在游戏中找到它也是非常困难的。它的任务就是保护着所有的鱼类不受到人类的伤害。第三个隐藏生物，名字叫史萌萌。有人说它被删除了，错呀，其实它在游戏中是可以找到的，并且是可以召唤出来的，并且它在远古版本是一个 boss， 所以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吧，这就是三个隐藏的远古生物呀。